同学们好，这节课呢，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终于要来弹一段熟悉的旋律了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右手先学习一个简单的节奏型，1 4 2 4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弹一遍，1 4 2 4，1 4 2 4，1 4 2 4。好，左手呢，大家先用无名指按住一弦的五品，然后再用中指按住一弦的三品，再用食指按住一弦的二品，然后再用无名指按住一弦三品，食指按住二弦的一品。好，我们把它连贯起来弹，每一个都弹两遍哈。比如说我们无名指按住一弦五品，我们弹两遍，然后再中指，这是什么歌呢？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连贯起来弹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小情歌。好，这节课的作业就是大家练50遍，把这个小情歌的前奏练会就 OK 了，加油。